艺人陈丽湘早前约满前经纪公司 TVB， 宣布不再续约。外界一般相信她是打算好好休息，然后和老公强强进行生育计划。之后，陈丽湘则回到出生地加拿大探亲、游玩及和朋友见面。7月21日，她返回香港出席宣传活动，看到她精神奕奕地踩着高跟鞋亮相，身材依然十分苗条，完全不像之前传闻疑似有孕在身。陈丽湘更预告将回到香港工作，并且已经和新的经纪公司签约。现在我去了走廊的公司，所以有一个不同的方法，但是我都喜欢拍戏，所以如果可以keep 住拍戏，我都很开心。另外，陈丽湘透露，身边不少好友已经有了小朋友，自己也接受了很多生小孩子的方法，因此都会加倍努力。但是亲人们就没有给她和老公太多压力，而是叫两人顺其自然。不是我的家人，是全部的人。我的家人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，但是全部其他人有，但是他们全部都说just kidding， 不用有压力，一定要开心，very natural， 如果是了是了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